哎，蜘蛛侠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哎，广告你没有看到吗？我是黑色蜘蛛侠呀！蜘蛛侠，就算你是黑色蜘蛛侠，你也不用把这些人吊起来吧？你看他们多可怜呀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们是好人！哎，广告你不要信他们了，他们可坏了！你就告诉我他们到底怎么坏了？他们不给我好吃的，我一生气就把他们给吊起来了，然后他们就把好吃的都给了我。你看，就在你的后面。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好吃的。我说，蜘蛛侠，你为了这几个东西把他们给吊起来，你也太坏了吧？你自己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就是一些膨化食品吧，不仅难吃，而且吃了还会长胖，里面全都是海克斯啊！我劝你还是不要吃了。看来你把他们吊起来是对的，因为这些坏蛋把垃圾食品卖给小朋友吃啊！我去你的，蜘蛛侠，这次你做的对。我就说嘛，这些坏蛋，去你们的！还好我机智。没错，蜘蛛侠，这一次还好你机智，要不然他们这些坏蛋就要伤害很多的小朋友。等会儿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啊？你们两个呆瓜，快放了我们！我们就是要把毒的食品卖给你们。戴光哥，你看他们穿小装了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想揍他们。戴光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揍他们吧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啊，没错，猪猪侠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对这些坏蛋，我们不要留情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收拾他们。哎，猪猪侠，你脑袋上面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个猫耳来放到你的脑袋上。好了，你就不要玩猫了，看我，我用这个盾牌打他们。用什么盾牌啊？用鞭炮，不要打他们，不就更简单吗？猪猪侠，你说的没错，我要用这个猫咬他们。去你们的吧，你们这些大坏蛋！就是你这个黑鬼想打我，来打我撒，来打我撒！哎，你这个猪猪侠不要嚣张，你让我打你我就打，那我就太没有原则了。哎，你不打我那我就跑我了，我从这上面跑，你还追不到我，你还没有脾气来追我呀？你这个黑鬼追都追不到我，还没有原则，我看你是没有脾气吧？让我把这个下水道打开，然后跳下来，嘿嘿，然后再藏到这个房子里面。我嘴里还有个小姑娘，她手里面也拿了个武器，我摸一下。我的手被电了，小姑娘，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电我，下次不许这样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还有个通风管道，以后我们就从这地方逃跑。我们来看看这边。哎呀，我去，帮臭，这是厕所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不如从这地方走。我们还是把这一个门封起来。完了，什么情况？这个黑鬼来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你逃呀？哎，我不逃，我把这个门封起来，这样你进不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用那个木头把这里封起来。哎，这个小姐姐什么时候出去了？看来这个黑鬼真是危险呀。那我就用这些架子把他挡住，这样他就过不来了。再拿一个架子，这两个架子一起。哎，不好，他已经过来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赶紧撤退啊。没办法，只能到这个墙角了，整一个柜子搬起来扔给他。还有这一个沙发我们也搬起来扔出去，希望用这些东西能够挡住他。这里还有一个柜子，这个柜子太小了，我估计没什么作用，去你的吧。然后再用木头在这个地方挡住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了。猪猪侠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用这些木头把你自己关在里面了，我直接冲进来就可以打到你，呵呵。哎呀，这个还挺厉害的，把我撞倒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再进来的。完了，他直接冲进来了，不行，我得给他打一架。没想到吧，我有激光剑。哎，激光剑被他打掉了，这下惨了。毒液坏小子，今天我们来比赛爬这一个高塔。大王哥，这个高塔不好爬吧？没有什么不好爬的，就从那里爬上去。我来了，我要爬上去。这个地方不好爬呀，撞疼了。大王哥，你没有搞错呀？我们比赛爬这个玩意儿是不是疯了？你就不能找一些正常的比赛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一个高塔确实不好爬，所以我打他的，甚至把他打塌了，我就可以爬上去了。大王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能打下来吗？这是钢铁的。别害怕，我有大铁锤，我用这个大铁锤就可以把它打塌了。喂，戴光哥，给我试一下呀！来，给你，打晕我了。打了9981天，终于把这个塔给打塌下来了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这下我就可以直接跳上去了。德国哥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都塌了还跳个毛呀？哎，你说的没错，塔都没有了，我们还比赛个毛呀？不比了。哎，德国哥，你不要这样呀，想不开也不用跳海呀。你一边去吧，谁要跳海了？我只是来看看海景。哦，原来你不跳海呀，这就好，我还以为你想不开要跳下去了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个毒液坏小子，不可理喻，让我安静安静。终于我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宫殿，这个宫殿里面有个宝。我估计把这个宝物取下来了。哎，算了，取不下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这里看起来很吓人，我们还是钻这个洞洞。哟，这个黑鬼怎么又在这里啊？赶紧跑，赶紧跑，从这里跑掉！哎，你这个猪猪侠，不要跑，让我打你！哼，你是不是傻？让我不要跑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看起来像一个玩滑板的，让我来玩一下。哎，下来！哎呦，我脑袋都撞肿了。看来玩滑板不适合我，还是走吧。这里有一个通风管道，快走。
小蜘蛛，你想走？你想得美！快来跟我打一架！哎，你这个黑衣鬼是没玩没变好了，看来我必须得跟你打一架了。来吧，咻咻咻咻咻咻！这一次我非要把你打败！就你还想打败我？我可是剑术大师！哎，你赖皮拉我！我拉的就是你，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这下完了吧？被我打败了吧？好，来吧，让我给你打一针。听说你是中了病毒才会变坏的，我这一针打下去，你就会变成好人了。嘎吱！哎，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变成好人。人了，哎，怎么不动了呀？是不是我这一针有问题？算了，换一个蓝色带了给你打。来，坐好好了，咯吱，哎，又来一下。哦，你怎么变成一个雕像了？快跑，不是我干的。今天我是红色好朋友整理油脂机，我今天要打到他笑嘻嘻。你要打到我笑嘻嘻，你怎么打呀？你这个笨蛋！哎呀，我怎么飞过头了？这里面还会烧火呀！没关系，这里还有两个大炮，我只要把这两个绿色的大炮打灭了。喂，这里很好玩哟！喂，这个老鼠这是比赛，你往地上跳什么呀？喂，不是吧？我被炸飞了！喂，你说谁是老鼠？我才是老鼠。没错，你既然是老鼠了，就吃我一脚。你的脚好臭呀。哎，我也是老鼠，你厉害，你来打我呀，小心我咬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到处都是老鼠？喂，你明明是松鼠不是老鼠吧？哎呀妈呀，我的牙齿都掉了。嘿嘿，我也要来，我是超级小猴子。什么超级小猴子？去你的，连我一脚都扛不住，我看你纯粹是耍酷。哎呦哎呦，快放开我放开我，你的脚好臭呀。啊，我光头强也要来打你。你这个光头强有点强，并且而且还疯狂。我瑞德国哥，你在这里啊！我找你半天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玩好玩的。有什么好玩的？比我在这里真伤了还舒服，你一边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带你去的地方还玩好玩的，快点跟我走。喂，你这个毒液有没有搞错呀？把我的脸都扇肿了，你回来让我也扇一下脸。我走了，摔倒了。哎，你摔倒了，那就让我来欺负你，我把你拿起来就可以拿上。哎，这里有好多房间呀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带你来玩的地方呀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个房间有什么好玩的？难道里面关着怪物吗？你还别说，这里面竟然我是有怪物呀。看好了，打开这个门，这不就是怪物吗？你见过长得像奶牛一样的人吗？他叫奶牛人，是不是很帅？让我过来看一下。我摔倒了，我的脸都摔肿了，让我起来。奶牛人你好呀，来跟我玩一会儿。大怪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好好玩。我说毒液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在欺负他好吗？他都生气了，而且你还把他打倒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我就喜欢跟他玩，我彪彪彪彪彪。算了算了，奶牛人不要跟他玩了。我就要跟他玩，我就要跟他玩，我朝他的嘴巴，朝他的眼睛，朝他的鼻孔。喂，我说毒液，我知道你是坏小子，你也不能这么坏吧？赶紧的，我们把他放到这里面，这样他就不会被毒液欺负了。打你，我再打你。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这个玩意儿插到我的肚皮上了，快看呀，呆瓜哥，喂，牛啊！小蜘蛛快出来呀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。这一个新朋友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呀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，让他走开。好的，小蜘蛛让他走开，那我们就让他走开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是让他走开，不是让你把他扔下去、啊、哎，你说的没错，那我下去把他扶起来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摔死我了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滑，我直接摔下来了。喂，你快下来帮我一下呀。好好好，短光哥，让我下来帮你。我也是小蓝、这么滑我也被滑倒了。喂，吴国哥，你怎么不说嘴？你这么滑呀？好吧，让我起来。其实这个猪猪侠长得跟我们很像，你看还是很帅的嘛。没错，让我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再给它做一个人工呼吸。你看这样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哟吼，哎，真好。喂，你不要打他了好吗？他也是猪猪侠，他跟我们一样的。跟我们不一样，你看他的颜色好淡呀。不管他的颜色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要一起去洗桑拿。好呀，那我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放进去洗桑拿。听说洗桑拿很好玩，我也要洗。是的，没错，洗桑拿可好了，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。哎，你看，让我坐到这个地方，好好的享受一下。哎，我也要坐到这上面，不过我感觉哪里不对。呼吸困难，我要晕倒了。好难受。哎，猪猪侠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晕倒？是不是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太多了？不好，我也要晕倒了。谁来帮帮我？
德国给我请来了史蒂夫，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新的玩具，看看飞起来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你不要飞得太高，小心摔到你。哟吼，博物馆长，哎呦哎呦，还好我机智灵敏，没有被摔到。你是没有被摔到，可是这个史蒂夫，你看他没气儿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，难道是我干的吗？去你的。别担心，它只是方块的，一会儿就会好了。来，把你的手给我，我也来飞一下，准备好了。哟吼，啊，这个玩具真好玩呀，拿着它我们就可以飞到天上来了。大一瓜哥，你可真没用呀，这样都能摔倒，还是让我开这个大的无人机带你去玩吧。看到了吗，这也是一个无人机，我只要坐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飞起来了。喂，猪猪侠，你能不能让我也来开一下呀，这么好玩的玩具你就一个人玩吗？可玩了。喂，你开慢一点，这个史蒂夫又被你甩趴下了，再甩他等会儿都要吐了。什么，他要吐在我的飞机上，这可不行，我要把他扔下去，还有他这一把宝剑一块扔下去，这样就不会吐在我的飞机上了。回到你的我的世界去吧。喂，猪猪侠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是你说的，他要吐在我的飞机上我才扔他的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，我只是说他会吐，没让你把他扔下去吧。德国哥，快救我们啊，把我们捞上去。我说你这个猪猪侠有没有搞错，把史蒂夫抱上来干什么，这么高要是掉下去砸到小朋友怎么办，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。哎，你不要废话，赶紧把他捞上去。好好，让我把史蒂夫拿上来，这个史蒂夫可真重呀。那是当然，他不重的话我早就上来了。对了，你们上来以后小心这个电风扇。喂，史蒂夫，我刚说了要小心，你干嘛跳进去啊？没错，史蒂夫你是不是傻？我看他就是傻，走一边去吧。哎呀，这个电风扇把我都打疼了，赶紧把这个电风扇教训一顿。史蒂夫，这个是你说的，你让我教训这一个电风扇，那我就打这一个电风扇，你可不要后悔。看好了，我 biu 他一下。大光哥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个飞机都被你打爆了。我也不想呀，你没看到我也掉下来了，腿都摔断了。我不跟你玩了，我走了。看到了吗，史蒂夫，这就是你出的好主意。你看看这个猪猪侠，他不跟我玩了。你把我的无人机打爆了，我要打你，打你，打你。哈喽，我的瓜哥，我是毒液，惊不惊喜不意外。去你的吧，你这个毒液还想吓我。对了兄弟们，今天我们都变成毒液了。哎，毒液，你从这里面冒出来干什么？你看我是蜘蛛版毒液，帅不帅，好不好看，快看我。看你个毛线呀，你的舌头都吐出来了，还有呀，全身黑不溜秋的，简直太难看了。你快让开，我要用这个地毯把你包起来。嘿嘿，哎，我拉一下。对，我哥，你不要拉，不要拉。我让你不要拉，我都摔倒了。喂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你这样搞破坏我亲人一样，小心我一样啊。你算了啊，不跟你玩了，我走这边来，快跟我来，让这地方有个好玩，乐走这个地方转一下去，可玩好玩了，快跟我来。猪猪侠，你跑这么快干嘛呀？等等我呀，看着这一个洞我都不敢跳下去，算了，我还是跳下去吧，我也来喽。喂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快上来啊，德国哥。哎，我们怎么回到牢房里面？早知道就不跟你进来了，进来以后在牢房里面真的太可怜了，算了，把你关到里面，谁叫你把我带下来的。嘿，封起来。放我出去啊，放我出去，我出去了，来人呀，救救我呀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这个门不过如此嘛，这我不就出来了吗？而且你有好多工具。哎，这是啥？这个不错呀，刚才是你把我灌到里面的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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